不论是正拍、反击拍、攻击，市长谢国梁亲自下场为球赛开球。这样打桌球是我们台湾也好，中华民族也好，特有的一个专场，也是一个运动，能量很大的一个活动。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透过打桌球多流流汗，强身健体，这个增加大家的这个健康。那感谢今天共同的来参与的好伙伴，鼓励市府同仁多运动。市府员工桌球赛九日在体育馆开打，总计吸引140人报名参加，争取最好成绩。记者黄少明、金融报道。